想念你的温柔，无法只是过客，没失去过哪来的获得。 锻炼啊！为什么在这锻炼啊？这里离你家很远呢。你不是谁？你不是谁？啊啊！我家那个球，我家我没有用的。啊啊、加入乐视影视会员，抢先看我与你的光年距离。大家好，我是饰演李哲的王以伦。 我们到了，进来吧，同行的人不能进，我知道，我会让他们走的。进来之后一直往里走，这里。你好啊。 艾丽莎，这么久不见，我都快认不出来你了。快40几年了吧？过得怎么样？多大岁数了？68了。时间过得真的是太久了。我们都变样了，可是你还是原来那个模样。 说吧，今天找我来什么事儿啊？我要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再给你一次不死的机会是吗？就你现在这副样子，活个几百年，<笑>就这么喜欢这个世界呀？我得了癌症。 寿命没有几年，可是我还想活着，因为我老想找回我失去的那次机会。我拒绝，我不愿意。我给你我所有的财产，<笑>我不需要那么多的钱。 而且我给过你机会，在你30岁的时候，但是你却把机会让给了别人，然后你逃跑了，还记得吗？既然答应你，就给你这个机会。但是成功与否，我也不能向你保证，毕竟连我自己也不知道，我身体里流淌的是什么东西。我想叫别人代替我试试，可以吗？ 随便你。啊！这什么？这什么？ 这红斑，你说过会消的吧？啊，会消掉的吧？啊，我不知道会这样。我感觉自己不能呼吸了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要骗我？ 我不是有意的，我不是有意的。<笑>
虽然他死了，可是我常想，如果那一次是我来做，那会不会成功呢？他死了，你心里一点难过都没有，反而还在想你自己会不会成功。他估计也不知道会有这么大的风险吧。你走吧，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。艾丽莎，这是我最后的愿望了。我知道有风险，所以即使失败了，我也会接受。我已经给过你一次机会了，并且你已经使用过了，而且你让一个无辜的人白白死去。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何必如此呢？我自信满满的贵族小姐。没事吧？婆婆，你今天又是来绑架我的吗？对了，雪姬，我已经想好我的生日愿望是什么了。车山，把他弄走。放我下了。春山，你别走，春山。春山，你别走，谢谢你陪我。那么多酒啊，头好痛！哎呀，怎么去打工啊？那就不去了呗。啊，你怎么也跟雪姬一样，成天在家无所事事？难不成也是某个富豪的儿子？是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所以整个家只有我一个人打工赚钱呗？对啊，全家都靠你养家糊口了。你认识昨天晚上给雪姬下跪的那个婆婆吗？哪个婆婆？就是你说她绑架你那个。那个婆婆给雪姬下跪了？对啊，你不也看见了吗？难道是她娶雪姬有什么事儿？还是欠雪姬很多钱？嗯，那婆婆很有钱的，她连绑架我的车都是豪车。不过雪姬更有钱。你好像要迟到了。我先走了。妈，你怎么突然来了？我还在上班呢。江淮，出事儿了！公司所有人入股的股金，还有上一年的保险费，全部被他卷到外国去了。妈现在是无家可归，要流落街头了。无家可归是什么意思啊？妈，你到底投了多少钱进去？爸爸呢？你爸在家里招待那些亲戚和邻居呢。难道借了亲戚和朋友的钱吗？咱家50000，借雪姬的500000，还有亲戚邻居的25万，咱们的房子抵押了20万，一共100万。为什么房子也要抵押出去啊？万一人家收房子怎么办？那以后我们住哪儿啊？江淮呀，100万，100万呢！妈，他们逃到哪儿了？你报警了没有？我报警了，警察说老板已经逃到国外去了。江淮，要不你再帮妈一次，你去跟你一些朋友再借点钱。原来这就是你今天来找我的目的，是吗？为了钱，可
可是我借不到那么多钱，我也没有那么多钱。那你赶紧想想办法吧，我在你哥那等着你。江淮，我们可以相互帮助。我把生日愿望转借给那位夫人，那位夫人帮我处理妈妈的债务，听起来好像是很公平。可是，那位夫人好像不久于人世，我这么做合适吗？但合不合适又有什么意义？现在的我根本没有办法拒绝这种提议。可是，要怎么跟雪姬开口呢？江淮，起床了，上学要迟到了。江淮，江淮，起床。39度多，果然发烧了。雪姬，你答应过我的生日愿望，我可以转借给别人吗？要转借给谁呀？就是上次在酒店见过的那位夫人。果然是阿敏，跟以前一样，为了目的不择手段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吃完药赶紧休息吧，我一会儿过来看你啊。雪姬，你不问原因吗？不需要问，我和你说过，生日礼物是给你的，你有权转交给任何人。我说过。听到雪姬毫不犹豫答应，我辗转一夜的不安和愧疚一下子消失了。我觉得安心，觉得温暖。这种安心和温暖是从妈妈那里也没有感受到的。雪姬，如果我的世界没有你，该怎么办？恭喜你啊，你的愿望终于达成了，阿敏。那孩子需要钱，而我恰恰有解决这方面麻烦的能力。谢谢你，雪姬。你要谢的人不是我，是江淮，是他把他的愿望给你了。烧退了吗？退了，不用去医院了，我去倒水。嗯。请坐。非常荣幸能与 SR 娱乐合作，这是我们音华的荣幸，也是我的荣幸，谢谢。请坐。企业快速成长的关键就是合作双赢。英华公司的规模虽然小，不过我们 SR 向来看重的是软实力。那是。你们公司的艺人实力都还挺不错的。来吧。樱花可以跟 SR 合作，不过我们唯一的条件就是交换资源。顾十一签约 SR，SR 将会为樱花旗下所有的艺人进行全球性的推广。你们应该知道 ，SR 的资源是国内所有经纪公司所梦寐以求的。我们非常希望能与 SR 合作，但是合作条件能不能？这就是 SR 的唯一条件。我不同意。你怎么认识我？以前开会见过，很有缘分。
们知道吗？什么？我也听到一点风声。你说咱们辛辛苦苦练习算什么啊？你们在说什么？咱们的团队要解散了。我也是听另一个经纪人姐姐说的。为什么要解散？因为 SR 公司要签你啊，他们说你更适合单飞，也愿意替你交违约金，所以咱们就要解散了。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，所以我就简单的说吧。确实 SR 公司有迁走诗一的想法，不过你们是一个团体，我不会让你们这么久的努力白费。即使诗一单飞，你们也还是会照常出道。至于跟 SR 的合约是否要签，这还得问诗一自己的意思。我不愿意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尊重你的决定，拒绝 SR 公司。希望这件事情不要影响到你们。你们还是要好好练习。我先走了。太棒了！耶！李总怎么了？不知道，他就这么呆呆地站了几个小时了，我想进去送材料都不敢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从没见他这样过。不管怎样，一定是不寻常的事吧。嗯。怎么可能？真的是他吗？还是长得很像而已？进来一下。英华娱乐的董事长叫林贝拉，对吧？去调查他的一切事情，找到所有能找到的资料，包括他有没有做过整形手术。好的，去吧。你在门口走来走去也有五分钟了吧？说吧，什么事儿啊？今天十一生日。嗯。什么？今天顾十一生日？他生日怎么早告诉我呀？我还没来得及买礼物呢。哇！哇！生日快乐！你怎么来了？嗯，给你个惊喜啊。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啊？江淮告诉我的。你俩生日不是没有差几天吗？嗯。哦，对了，你们训练结束了吧？嗯。那结束的话，我们要不要一起去个游乐园呀？我一直都好想去一趟游乐园。你生日我生日啊？啊？去哪儿不应该我决定吗？啊！可是我一直都好想去一趟游乐园，要不要去？要不要去？嗯，要。嗯哼，走。我想玩那个。哎呀，那个是电影里的情节啊，我一直都好想去一次的。你恐吗？对。我恐高。啊？你哪种程度恐高啊？我不会去的。那好吧，看来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去了。亲爱的，我总是一不小心吸引你迷人深邃的眼睛，想逃却早已逃不开，想说却总是说不来，每次低头微笑都希望你会明白，爱你一切。屏住呼吸，到天台
别晃，你晃我更害怕。原来这个世界比我想的还要好看呢。连摩天轮都没坐过，真不知道你怎么长大的，真是。还说我呢，你不是也第一次坐吗？嗯。别晃了你。早知道你这么害怕坐摩天轮，我应该早点带你过来。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都不能动，我对你做什么你都不能反抗。谁说我不敢动？如果有人在等他，拨弄他的头发，思念刻在墙和瓦。如果感情会挣扎，没有说的儒雅，把挽回的手放下。他们活了上百年，上千年，他们拥有跟人类一样的情感，他们有爱也有恨。你觉得这种人真的存在吗？你还有一次选择的机会，你真的确定要把我的血输到你的体内吗？不，这是我梦寐以求的。就挽回不了，用力爱过的人不该计较。要逼人起了家，没有别的办法，他劝你不如退下。如果分手太复杂，流浪的歌手会放下吉他。故事要美，必须藏着真话。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，剩不多也不少，还能忘掉。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。我们的流浪到这儿刚刚好，趁我们还没到天涯海角，我也不是非要去那座城堡。暗了暗的刚刚好，我难过的样子就没人看到。你别太在意我身上的记号。